迎收看张优宇娱乐在线。何炅奇葩说自黑不含糊，林志玲为问婚事愤而离场。奇葩说第四季即将在3月31日强势回归。上周在北京举办的开播发布会，由何炅、马东、蔡康永、罗振宇和张泉灵组成的贤者 Club 亮相十里吸粉。第四季男神女神阵容也首次曝光，赵又廷、林志玲、徐静蕾、黄磊、苏有朋、小宋佳、陈可辛、春夏等大咖艺人都将做客节目。而今天奇葩说发布了超长版预告片，中嘉宾的爆炸话题吊足了观众的胃口。何炅现场玩起自黑，称女生林志玲每次和自己合影时只能皮质差矮一些，却遭马东误读。在前三季中早已憋坏的老艺长马东一下凡就秒变挑食狂魔，现场逼问女神林志玲言承旭是否纠过婚等尖锐问题，女神无力招架，与蔡康永一起牵手气氛离场。何炅开启自黑模式，林志玲遭马东逼问婚期。今天的超长预告片中曝光了徐静蕾、苏有朋、黄磊、林志玲等嘉宾在奇葩说被写者抓的组团八卦的画面。何炅在现场自黑称林志玲与自己合影时只能体质差，却被马东调侃成林志玲和比他矮的男生在一起就会劈腿。视频中林志玲直言自己是抱着必死的决心来录节目，不过被马东连续发问言承旭求过婚吗、言承旭有多厉害等尖锐问题时依旧难以招架，与蔡康永一起牵手逃离现场。当下娱乐圈话题热点人物齐聚奇葩说，又会被深扒出哪些惊天猛料，令人期待。徐静蕾被套路喝酒解压，罗振宇、张泉灵屡遭忽悠。近期女神徐静蕾在许多节目中谈到了自己的婚恋观、生育观等等，来到奇葩说第四季的现场自然免不了被深扒。片花中新老艺长何炅、马东配合默契，用一唱一和的方式套路徐静蕾有关 H 性演员的各种信息。紧张过度的徐静蕾现场竟狂饮二锅头缓解压力，而罗振宇也在何炅和马东的前后夹击给自己挖了坑。原本只想表达自己对辩论的信心，却被马东忽悠了，遇到难的再站起来，瞬间秒变羞涩状。短短几分钟的视频，四位导师强强过招，处处暗藏玄机，让观众直观感受到了新赛制下导师下凡对抗的超强火药味。除此之外，预告片也提前剧透了本季的部分辩题：分手要不要当面说？婚礼真的有必要吗？是你会不会做单身妈妈？我奋斗的城市空气质量越来越差，我要不要离开它？更多贴近生活的热点话题，激发了新老奇葩全新的思考维度，碰撞观点火花频现。上海市网友哪壶不开提哪壶，吉林省长春市网友林志玲、舒淇、林心如合照，看下林志玲那是多心机的一个女人。而今天奇葩说发布了超长版预告片，中嘉宾的爆炸话题吊足了观众的胃口。何炅现场玩起自黑，称女生林志玲每次和自己合影时只能体质差矮一些，却遭马东误读。在前三季中早已憋坏的老艺长马东一下凡就秒变挑食狂魔，现场逼问女神林志玲言承旭是否纠过婚等尖锐问题，女神无力招架，与蔡康永一起牵手气氛离场。何炅开启自黑模式，林志玲遭马东逼问婚期。今天的超长预告片中曝光了徐静蕾、苏有朋、黄磊、林志玲等嘉宾在奇葩说被贤者抓的组团八卦的画面。何炅在现场自黑称林志玲与自己合影时只能体质差，却被马东调侃成林志玲和比他矮的男生在一起就会劈腿。视频中林志玲直言自己是抱着必死的决心来录节目，不过被马东连续发问言承旭求过婚吗、言承旭有多厉害等尖锐问题时依旧难以招架，与蔡康永一起牵手逃离现场。当下娱乐圈话题热点人物齐聚奇葩说，又会被深扒出哪些惊天猛料，令人期待。奇葩说第四季即将在3月31日强势回归。上周在北京举办的开播发布会，由何炅、马东、蔡康永、罗振宇和张泉灵组成的贤者 Club 亮相十里吸粉。第四季男神女神阵容也首次曝光，赵又廷、林志玲、徐静蕾、黄磊、苏有朋、小宋佳、陈可辛、春夏等大咖艺人
都将做客节目。而今天奇葩说发布了超长版预告片，中嘉宾的爆炸话题吊足了观众的胃口。何炅现场玩起自黑，称女生林志玲每次和自己合影时只能品质差矮一些，却遭马东误读。在前三季中早已憋坏的老艺长马东一下凡就秒变挑食狂魔，现场逼问女神林志玲言承旭是否纠过婚等尖锐问题，女神无力招架，与蔡康永一起牵手气氛离场。何炅开启自黑模式，林志玲遭马东逼问分析。今天的超长预告片中曝光了徐静蕾、苏有朋、黄磊、林志玲等嘉宾在奇葩说被写者抓个组团八卦的画面。何炅在现场自黑称林志玲与自己合影时只能品质差，却被马东调侃成林志玲和比他矮的男生在一起就会劈腿。视频中林志玲直言自己是抱着必死的决心来录节目，不过被马东连续发问言承旭求过分吗、言承旭有多厉害等尖锐问题时依旧难以招架，与蔡康永一起牵手逃离现场。当下娱乐圈话题热点人物喜剧奇葩说又会被深扒出哪些惊天猛料，令人期待。徐静蕾被套路喝酒解压，罗振宇、张学林屡遭忽悠。近期女神徐静蕾在许多节目中谈到了自己的婚恋观、生育观等等，来到奇葩说第四季的现场自然免不了被深扒。片花中新老艺长何炅马东配合默契，用一唱一和的方式套路徐静蕾有关 H 性演员的各种信息。紧张过度的徐静蕾现场竟狂饮二锅头缓解压力，而罗振宇也在何炅和马东的前后夹击给自己挖了坑。原本只想表达自己对辩论的信心，却被马东忽悠了，遇到男的再站起来瞬间秒变羞涩状。短短几分钟的视频，四位导师强强过招，处处暗藏玄机，让观众直观感受到了新赛制下导师下凡对抗的超强火药味。除此之外，预告片也提前剧透了本季的部分辩题：分手要不要当面说？婚礼真的有必要吗？是你会不会做单身妈妈？我奋斗的城市空气质量越来越差，我要不要离开它？更多贴近生活的热点话题，激发了新老奇葩全新的思考维度，碰撞观点火花频现。上海市网友哪壶不开提哪壶，吉林省长春市网友林志玲、舒淇、林心如合照，看一下林志玲那是多心机的一个女人。而今天奇葩说发出了超长